默契以及人心上的默契相同，这是千里目阮谢宏。南宫信期待一击的对手，终于出现了吗？马良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微臣，你无畏骑兵一向残旧，速去休息吧。除非你击败我。就如你所愿，苏天九一跃前来，讲了告诉的失败，你还得什么？一剑红心。这就是那个天出手的强者，难念的下场。同样是难度一输一输一万之输，山林消了我，一盘死剑。